怎么了？你要打开啊？两个这个，这是自选的吗？这个是自选的吧？好像是，但是时间太长了，我已经记不住我选了什么了。这个应该不是我选的，应该是拉拉，不是，应该是四哥给我的，但是我很喜欢，因为我是做地胶的嘛，然后这种布灵布灵的东西都啊啥啦？这个这一包好看。好好看呀，好漂亮！我打开这个，谢谢四哥。一个一个打，一个一个打。这是个啥，妈妈？这是个球，拿去玩吧。嘿嘿，谢谢妈妈。不客气。哎呀，四哥给我的这个。这个是圆圆的。这个毛毛球，我的妈！这四哥简直是。四哥简直是太好了。这弄的都是都是。自选的，但是我买的那一包里面有，这个是玳瑁，红色的，绿色的，哇，你打开就洒了，我不要，给你一片，不要扔住，别大难度，不行，全都拿了就。选的时候没有这个，好像是吧，好像是，好看，配点路吧，绿色的，大红色的，然后这个绿色的珠子，哎呀，这外面有点碎了，我帮你剪这个，好，剪吧，然后这蓝色的圈圈，这个是蓝色的圈圈，还有一条黑色的，哎呀，这是亚克力的炫彩的珠子，然后这是，哎呀呀，防御的，淘气的珠子，
这是什么？我看看。这是一个小馅儿。这是先面条，珠子。这是先面条。面条，这是那个面条。这个是，这个是。是面条吗？面条好吃吗？好吃。这个是面条。这也是面条。那不是面条，那是链条。链条。那是三角形啊。对，那这是什么？妈呀，这一大包。这个是亚克力的彩色的珠子。我看看，我看看，亚克力的。你看，反正里头有。这个是，我看看，你看看，拿过来看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亚克力的珠子在哪里呀？亚克力的杯子，亚克力的杯子，这个姐呀。然后这个应该是也是减小二的奖品，对，太像太像太像，别砸到你手了。这应该是减小二的那个奖品，我又中奖了，然后就发过来了。好啊好啊好啊。这个是那个作业，再开这个，再开这个。这是我单买的那个，那个钥匙的那个钥匙环。我看看钥匙环。你看看吧。这个怎么打不开？单买的。怎么打不开？哎呦我呀！这个怎么打不开？这个是哎呀，太慌乱了。这个是中奖的东西。这个是这个。还有蓝色亮亮的，好看。还有银色的，然后，哎，不能堵了，牛你说。然后这个，红色的，蓝色的，这个我小库里面有，嘿嘿，又有一包黑色的，钻链，这个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橘色的，啊，我的，这个是小小圈，啊，我的点子，咔嚓，咔嚓一下，咔嚓一下，我解释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个也好看，蝴蝶结，圈圈，豹纹圈圈，啊，又是这个，这个鹿角，蓝色的米珠，这是小珠子，金色的切面小珠子。一个小桃花，我打不开，我在解释，给你打开吧。还有这个，给我打开。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。这个很早我看见过。打开，打开，打开。哪个打开？这个。这个吗？这个。来来来，打开。哎呀，两朵小花。包扣，黑色的包扣，然后一些这个珠子，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牛角。好了，没有了，这一包也完事儿了。然后还有一包，这个就结束了。这个是我买的那个一猫团购的。你打个伤呢？是你买的一猫团购吗？对呀、啊。我去。我团了这个，我时间太长了，我忘了，然后又摘桃木之水又买了，我的脑啊，看，我的妈，我的脑子也是没水了，买的，哎呦，桃木之水我也买了，我也呀，猫，哎呀，这个，哎，我问猫要的，然后但是他没收我钱吧？啊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我看看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摁了吗？我觉得我没摁吗？这个我觉得我没摁，好像是吧？这是不是猫给我的？我凌乱了，待会我去问问猫。这个更好看，这个更好看。
就是其实我本来毕竟没做多少作品，但是美不少东西没少美，作品没做多少。好了，挂了。